喂，我请问市长吼，虽然吼是民主时代啦，但是我嘛要套一句话啦，俗语讲哦，真有戏言啦。吼，啊你选举讲所有的政见，煞还袂实现的啦吼。啊，安尼观光局长，煞像要欲学讲哦，看你的口才比你较好袂？我感觉的啊，你拢还袂讲，伊拢先后壁搁直咧讲。 你有感觉无？观光局长啊，什么咧？冷泉啊，温暖小病变迄落温泉，你讲了无合逻辑嘛？你当作各种市民是拢毋捌哦。来，啊，搁一点，赛马场无法度处理，即马不甲要去赛车场啊。啊，你看你个观光局长后日咧，搁讲啥话啊？直接我就是讲要甲安市长建议啦，你是毋是就像我讲真如戏言？ 你是毋是甲你的政见，通啊林志宏议员讲个讲，先你过去的政见先做个市民看，你茫逐工抛出所有议题，无一人做会成个。阮南部人互相信议长即句话也听有无？你茫到尾啊，讲人讲好甲规矩嘴，你敢听有？到尾啊，阮遮议员也是恁国民党团，你去，你去乞手，今仔日你啊七嘴，我看安尼就足忝啊咧。吼，以上哦，啊，市长我建议是毋是哦？莫搁直咧讲。 所有抛出足侪议题，你要未来要创啊，要创啊，高雄市民的头壳无法度跌落啊啦。道理我摊啊讲啊，你家你进前所想要对高雄市做的建设，先摕一两下出来做红看，好以上。啊，人讲的搁一句就讲，凡所讲啊，必留下声音啊。这媒体拢有甲你落来啦吼。哦，所以阮也袂恶白甲你讲啦吼。 来，啊，即马我请安尼教育局长吼。来，我请教你吼。嘿。安尼咧，原来国小要迁校，要新起新的校舍。对。啊，发包出去袂？议长啊，议员，我甲你报告。 100060037万呐、啊，但是它流标啊，发包处理不会？那起薪的好些，发包处理。八盖八次，总共八次。啊，问题是发生一堆，是那发包处理。因为最近的原物料上涨，所以一直标不出去。最近一标是15号才开标，没有标出去啊。啊，来个单外顾问，爱单外顾月底。月底啊，那个标不出去。标不出去。我们主铺东嘛，啊，那爱增加资源，啊，你讲我发多找钱出来？我们已经国教署当时已经多拨了400多万，所以后来的六次还是标不出去。 我想我们回去大概朝两个方向吧，一个方向就是再找一些钱给他加上去，另外一个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先减项发包，这不影响他主体的结构的。那，因为哦，恁教育局伫所有外口的信息就是讲，恁100空高年要完工，100空高年要会当开始招生，你看够有法度？嗯。 个两年的时间有法度无啊？无啦，如果这一次1月底标得出去就有办法了。哎呀，啊，那是毛宁要跟，啊，这个标啊，恁看开要跟发包。哦，我等下，是发包你。好，我来，我请教你吼。是。啊，莲雾，莲雾区所有的国小有几间国小是迄个管制啊？两间，两间，对间。两间，好好啦，吼。 我歹势，我替你回答好无啊？好，多谢。啊，八卦国小，啊，八卦对。啊，等我国小是不是总量管制啊？哎呀，啊，是不是拜托你要紧甲原来国小，要紧新校舍完成，吼，啊，是不是会当纾解这两个国小的囡仔，因为。 原来国小都要起伫这两个国小的中央啦，相信你也有去了解莲雾区的地形啦，吼会当舒缓啊，包括国小、甲电话国小，吼啊，所以要紧，让囡仔起好
啊，唔免讲伫遐找无好，迄、那个教室人读册，安尼无。好，好，我临港我去看迄间校时阵，我阁甲你报告，甲你召集。我等下要去个，你要过来看啊。哈，无啦，我先去那迄两个管制学校，他这个总量管制学区的学校去看啦，吼、哦。哦，安尼较麻烦你啦吼，要紧啦。多谢。是。按即马，我请安尼社会局长。哎，社会局长。哎，我请教你，安尼原来国小新校舍若起好，啊，你要安那甲旧的校舍要来活化，你有这个计划无？嗯，跟议长吼，跟议员报告一下吼，就有关万类国小目前他现在的校舍都是无死照跟建造的部分，所以如果将来我们要做规划的话，这些校舍都必须做拆除以后，我们再想看是做托老还是托婴等等的部分福利服务措施。好，安尼你的想法吼，跟本色同款，来市长。这个规划是你未来这四冬，你伫高雄市以后的德政啦。按台湾政是咪政府拢咧推动这个托老托婴社会长照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台湾社局长讲伊的规划的想法，含我同款，就是讲，把这个旧的校舍已经迁去新的嘛，旧的校舍卖甲荒废，这是拄啊一个综合利用会当去活化的场所，是咪市长？就像社会局长头仔报告的，跟我想的同款，把这个所在未来正做林务区，托老托婴哦，啊个按作为婴儿啊，迄、那个托老学龄哦，诶学习基地，你看安尼敢好？非常好，江源，尽可能把所有的建筑物尽量活化使用，不然就浪费了。而且我还有更大胆的想法。可是最近都不敢讲。哪个大胆话啊？你讲讲的，对我讲的，你个好甲鬼出。我讲出来，又说天马行空，所以我现在很害怕。如果空间够，这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，有没有办法调整一些？你都要讲这些闲置的这些教室也好，空屋也好，有没有办法让年轻人暂时在没有结婚之前，有一个可以栖息所在？你马个想对遐呀？我一讲，你又说天马行空。你的德政，我即马咧甲你建议呢，这你适当啊。怎样？准则你有联姻未来啦。人讲林务区有一个托老托婴，甲老人平常时啊会当去学习一个场所。我知影。这未来啦，我这较早旱市长哦，建设的。我们一定会。你马个工地要有少年啊，要稍微大、啊。不是，我们年轻人将来如果说越来回来越来越多。叫嘴狼，我瞪来狗熊，他们一定要面临到住的问题。我还在想闲置的空间，要提出一部分。哪个空的边啊呀啦，来来来，我今麦个来建议，安尼好唔好啦？非常好，议员讲得非常正确。我们社会局，我们尽可能尽量。忙尽可能啊，新民。忙尽可能啊，新民啊，新的校舍迁了旧的，看要哪来规划。我们社会局全力配合。对，我今就是个建议，讲你要，你敢知你林务区历史以来啊？国民党县长过去，县长也好，市长也好，唔捌赢国民党，唔捌赢过民进党个。你即道理，连木区个选票一个开开，大家都跌破眼镜啦。所以我咧建议讲，这是你未来的德政呢。你即、這个，我建议你若真了法度去实施去，吼、哦、啊这，你莫阁大下等下，讲要阁吼啥物啊？少年啊，迄落啥？当来无地大，啥物唔免去讲对遐呀？针对这个土老土因的场所类基地类做安尼无？社会局全力配合办理。好，以上。